太充实了，我开什么班想学什么班啊？我是想学篮球，但是你开班啊？这是我开的班啊！你走吧，哥，他们教啥呀？我能教啥？我跟你说啊，我教的绝对是世界顶尖的师资力量，我们的设备可以说是最全面的。行行行行行行，你就说这班谁教吧？对，这班我有助教，不是我教。助教助教，有助教，这助教是谁？你告诉我呀，助教可老硬了啊！我二舅啊，拉倒！别走啊！我喊我二舅去。二舅呢？我跟你说，二舅他二舅都是俺舅呢。俺姐是你爸的，劝死木头。木头，他舅，木头。大家好，我是杨明。杨明，杨明，杨明，回来。杨明，别别拽我！一点，不是我，等点啊！隆重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二舅，辽宁男篮队长杨明。啊，这是我外甥桂兰。桂兰老师啊，这个杨明老师教的话，我们就一定报班了。学，想学呀？对呀。想学还不一定教你呢。不是，为啥呀？就这身材，二舅，他能学篮球吗？ 这事儿听你的，听我的，这么办吧，啊，先看看你的反应能力。怎么看？二舅拿球啊，篮球竞技运动，首先先考验一下你的反应，能从我二舅的手中把这个球抢过来，我们这班就收你。抢过来就抢个球就可以。哥，那我等会儿桂兰老师，我再问一遍，是不是从你二舅手里把球抢过来就行？只要抢过去就可以。 抢，我不行吧？先试试，是先试试也够呛啊！这个，嗯，是，你这么闹的吧？妈，我这还蹦，哥，我抢不着。你咋这么笨呢？这不有招吗？你什么招？你举着吗？哎呀，这不就拿过来了吗？怎么拿着了？不算，怎么的？ 都上格局的了，你说这什么招啊？这是，二舅，别给他，我跟你讲，体育运动，体育运动不带格局的，懂不？在这说了，你这亲属帮忙算啥呀？你这不是等等，那我也有招，上，能行吗？行，那我是再来啊，再来，还再比划，嗯，二舅好，你好，郭教练来了。 哎呀妈呀！你呀，大意了，大意了！哎，哪在这儿呢？还郭教练来了，这什么招你这？那么郭教练搁那儿呢吗？不是，宝贝儿，郭教练，我们拿刚才球，我们拿到了，现在球我们拿到了，啊，不是咋整的那样？太狡猾了，就是你不讲话，还有招，还有办法，你看见没？ 不行，行，行，我行。二舅好，郭教练来了，我就说这招不能用吧？我也没招，那整的我二姐。呀，还是你鞋带开了。呀，还真是，帮我拿去。啊，哎，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你那鞋带啊，你得系好了，要不然上场比赛该摔了。是，对不？谢谢，谢谢。
还他了。刚才不砸着了吗？对呀、啊，你怎么能还他呀？这就叫险中求胜啊！我跟你说。